看哦，较早睏啊，明仔载要开车呢。爸。你明仔载要去台中哦？要甲你妈哦去台中开会啦，我暗时就转来。安怎？代志啊？无啦，等你明仔载为台中转来才讲好啊。真正有代志，即马讲啊，啥物要等到明仔载？啥物代志？是算恁的代志哦。你小弟是安怎？你看发生代志啊？不是啦，是啊，就伊考了无啥好，我先跟你讲一声。考无好是到底到底是程度啦？你就讲啦，不要紧啦，是伊考无好啊，不是你呀。就伊这学期二一啊啦，啥？二一？这囡仔到底是在补啥？啊，明明答应我要好好读啊，我连啥物读书计划，真正袂当是。袂用安尼讲啦，人顶学期嘛是读了袂歹，毋是拢乌趴啊。啊，迄个安怎？啊，这学期咪阁甲以前同款？实在是，一点仔都袂当让人放心。爸，我是知影，伊嘛是有在读啦，就是拢找无方法，啊，毋则会无效果。你找无方法，会当问的嘛？会当问我，也是问你啊，也是讲问校。问同学、问老师拢会用啊！咱遮济人戆戆遐读，戆到蠢啊！七二一吼，是爱两遍才拗倒是？是啦，算你还阁有机会，就是即摆吼，还阁较认真才会用的啦。真正让人足生气！去读册拄着问题，先别较早讲。即摆读到二一，啊，下学期咪赶快要重修，考得搁较重啊啦！啊，你读得好势哦，根本就是恶性循环嘛。这囡仔就是安尼，大家拄着什么代志哦，拢无爱先甲厝内底人参详。这人哦，囥在心内，什么拢无爱讲，就是讲家己能解决。哪里看，即摆变安尼？啊！即摆人呢？你即摆过来华联啊？过两工才会转来啊？真正足害！付出这么大的代志，搁算连华联袂转，我即摆就叫伊转。电话搁无开，小林，你明仔就跟我转来。自己做的事情，自己面对。是啊。是啊，真紧啦，一分钟。你唔着破气咯？没事啦，来早精神嘛。袂啦，我较早困啊。拄则一直伫无闲，也毋过迄种欢喜的心情就过去。算你让人恶意的代志，佫参像一支针共款，拄伫我的心头。敢讲，我对这厝内底唯一的后生做一生愿望，都要变空啊！
紧困啊，莫阁想啥物个代志啊啦。来啦，准备好一点菜，不要只吃泡面，一点营养都没有。好啦，哎，姐，你跟爸讲了吗？讲啦。那爸的反应是？那还用讲啊？爸是气炸啦！除了你的成绩之外哦，爸还气一点，就是你有什么问题都不拿出来说，老爱自己闷着头来，不把家人当一回事。我要讲什么嘛？读书本来就是自己的事啊，难道我要叫别人帮我读哦？不是啊，是你遇到了问题，为什么不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啊？我要说什么嘛？哦。我念得好累哦，因为我前面的张勇每次都没有背，所以我现在再怎么努力读书都没有用，要我这样讲吗？爸妈，你们回来啦？嘿啊，嘿，阿三林哦，哎呦，你回来啊哦。嗯。啊，是当时回来啊？傍晚啊。哦，你在吃啥？哎呦，吃泡面哦！我肚子饿嘛，就先吃一点啊。平常凊彩煮一个嘛，比这较营养。莫吃莫吃，等下我煮面给你吃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好啦学校恶意这种事情，有可能是意外吗？我是说，超乎我原本预期。我原本想说只有一两颗会被当。好了好了，你现在不需要跟我说这么多。是谁说要好好念书的？啊？结果呢？更糟糕。反正你现在在我面前已经信用破产。一点都没办法信任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就趁暑假，尽量把之前补起来。听起来一点决心都没有。啊，下个学期新的课程加上要补修的，我看你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。相信有这么沉，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想好好的读。你有什么意见？我能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讲一句你就骂一句啊，那我干脆都别讲好了嘛。好，我都卖供哦，反正我说太多也跟对牛弹琴一样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实在是你妈物件才去你啦！别吃了，我刚才看到伊哦，我咧吃袂落。爸，爸，你等你个小杨啦！莫安尼甲爸爸讲话啦，啊爸爸生气哦，要骂你，就给他骂几句嘛，等他气消不就好了吗？
知哦。嗯。明仔载去看伊啦。好啦。爸这次好像真的生气了。嗯，我够假哦。伊讲想买石头路吼，不爱做啊啦，专心陪你念书啦。嗯，啊，哎呦，这样太夸张了啦，这样我压力很大哎。就是要让你压力大啦。不行啊，妈，你们两个千万不能就这样跑过来，不然我在同学眼里都成了什么啊？嗯，那是你的幸福呢。爸爸妈妈陪你念书有什么不好？我你都叫我熊去上课啊，有什么差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真的太奇怪了啦。嗯，有什么好奇怪啊？你们小时候我们还不是常陪你们念书？爸爸是觉得哈，我们在你身边啊，你就不会去做那些有的没的，比较可以专心啊。妈，你们要慎重考虑啊，爸的工作那么重要，病人都很需要他。那至于我呢，我会好好的哈。拜托你们千万不要那么麻烦啦，还劳师动众跑到花莲，只是为了看着我。你看你啦，假干呢？可是爸爸吼，看起来很坚决啦。我今嘛唔知啊，有啥有法度甲扣劝哦？阿妈，现在知道逃救兵了。哎，这麦够吃啦，我来煮面给你吃。哦。施工的意思啊，好像是不希望你辞职哎，这样你就高兴了？没有啊，最后的决定还是在你们啊，反正我只能听任发落。喂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我要冷静落来，好好想一下。我先送胜利回去啦，啊，咱去海边行行。蛮好了。你讲一遍，我看我哦，到底有记唔着哦？师傅这样到底想要讲？子公哦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阿兰做北部上重要的吼，就是家家己的代志做好。对啦，啊，就迄句啦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阿你讲，是蛮怎？上林吼，是袂讲叫你死，也是不爱死啦。啊，一切决定哦，是你家己啊。伊吼，干那是甲咱做北部的道理讲给咱听。因为咱吼啊，当局者迷啊，对吧？我知影啦，但伊意思是讲哦，你惊伊死死哦，你就做北部的财产。咱北部哦，对子女哦，只有教养的义务了。啊，将来迄路吼，因到底要安怎行，也是看因家己，对无？对啊，听上你安尼讲哦，我嘛感觉足轻松的啦。像进前啊，我陪胜令读书，啊一陪吼就几啊年啊。是想想的，那就需要这么艰苦啊，对不？就是因为咱做父母的吼，家己设定一个标准伫遐啦，啊，就要叫囝儿事事去完成，对不？是哦，啊，你是安尼感觉的？是啊。咱做伤济啊啦，其实吼要遐尼辛苦啊，对不？哎，你唔是常常讲哦，上林讲哦，爱用心，不要操心跟烦心呐。你若是哦，想要搬来花莲，是为着要亲近上人，安尼我无意见哦。啊，唔过吼，若是为着要陪胜林读册，我是感觉安尼伊无自在，咱也无自在啊。
干嘛呀你？你我一个人哦，讲我想一下。好啦，无你去行行，我伫遮坐啊。这么久的时间，我对胜利的爱和期待，是不是给伊上大的压力？我想过家己想，家己对。虽然讲阮爱伊，也毋过若是讲这表达的方式无抓准，敢若会得到反效果，让伊甲阮搁较疏远，搁较袂亲。事讲了对。不管是对任何人，互相尊重是上界基本的。有尊重的爱，才袂变成伤害。伫这件代志，天气敢那搁较有智慧呢？伊比我搁较早看开，也袂过激。唉，但我的痛苦的原因哦。都是因为伤过固执啦，凡事哦，嘛造成别人的痛苦。可是讲我会当学会晓放下，那阮爸仔间的关系，凡事就会当得到改善啦。袂阁这么紧张啊！对，我应该就为这开始做起。采光啊，真水呢！哦，你看啊，房间几啊斤呢？哦，你真正是哦，阿不是看厝啊？啊，无咱即马咧创啥？就是咧看厝咩？嘿，有灶卡呢，无你家己煮饭哦。哦，真好呢。伊是伊，我是我，都要学会互相尊重。环境很好啊，哦，就在这里哦，比较有像家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没有电脑，没有网络的，这就表示啊，这两件事情哦，占据你太多时间了。我可以试看看吧，那是不是真的没有电脑跟网络哦，那你的生活就过不下去？那是一定过不下去的。父子哦，真的是两代。我还记得哦，那以前也没有那什么电脑跟网路，连那个什么行动电话也没有，读书还比较容易专心。你们现在诱惑太多了。哦，记不记得啊？第一天带你到宿舍报到那一天，去你住的地方有没有？那么多东西都还没有整理好。啊，你第一件事情干什么？打开电脑了，准备就要上网了。最重要这个啦，跟我帮啊，用这個。那时候的心情啊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
爸好高兴，儿子要读医了呢。哦，啊，我心里也想说，以后不管哦，你要选哪一科，我还是有很多临床经验哦，可以教你啊。那你自己哦，也可以省去很多自己那摸索的时间呢。虽然说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梦到底哦是不是真的能实现啊，但是哦，我不想逼你了。你不管怎么说，这人生是你自己的嘛。我做人北部的哦，啊，会当做的哦，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，啊，给你支持，啊，陪在你的身边。加油啊！啊，以你的聪明才智啊，爸爸相信，就算是现在起步啊，也还不算太晚。很齐全呢，银珠粉啦！啊，之后看你想吃什么，周末我来煮给你吃啊。哎呦，你们不用这样啦，好像在伺候什么人一样。啊，本来就是在伺候儿皇帝呀，儿子皇帝呀，哈。嗯。哦，我可控唔掉。好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。圣令啊，你知道的哈，早就应该哦，你照顾我跟爸爸了啦。来，囡啊。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啦，哈。好啦，啊，咱去吃饭啦。还佫有啊，一寡这样生活用品哦，咱嘛爱去买一下。哦，对啦，哈，行。